把所有干货真的家底都掏给老师了。好啊，我们主打就是一个大方啊，对不对？你好喜欢再看是不是？是这样的，也不知道他哪来的这个自信。要为你擦掉怎么样？嘴他叫的我不行，我当时我头到我的感觉要裂开了。你啥时候对我一眼万年？好多次对你一眼万年。我俩可以去唱相声，我发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我心爱的阿雅。苏荣华，第一印象好大的一个人。我是脸有很大的一个人吗？不是，就块头。然后后来发现， 哦，是我们易大千老师这健身练得好，给我一种扑面而来的魁梧感。啊，但是第一印象就是，好英俊伟岸的一个人。我谢谢你。对，身板非常挺。劲爆的先不说，勇气可以拎出来说一下。你真是把所有干货真的家底都掏给老师了。好啊，我们主打就是一个大方啊，对不对？你掏，你掏，请掏。我掏是吧？哦。你好喜欢，然后再看是不是？是这样的，不多说了，大家可以期待。看吧，看吧，每一集大家37集。我觉得我们俩特别会，我俩应该去带货，带我们去祝年华，祝年华。今天他不负责演奏，伤害生灵。我们是陆华年，陆华年要命了，擦掉怎么样？我对导演。印象还蛮深刻的。你先说说大千跑去，我就跟导演讨教一下这个戏要怎么走向，怎么走位啊，巴拉巴拉的。导演说：“别管这些，怼他。就是”对，就两个高档广东话，怼他，怼他，就是非常的广式，因为亲嘴嘛，就简单粗暴，怼他，就这、是、粗暴。笑得我不行，我当时我头到我的感觉要裂开了。那我要爆料了。哎，你说什么假？我爆料了啊，就是吃吗？拿出他的外卖单给我看，这全是炸鸡、生煎包，这些东西都是我一个健身的人吃了，我可能第二天要练3个小时才能还回来的热量。但是他呢，又能保持好的状态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他又能吃。因为我不吸收。但是你过了嘴瘾啊，我也想过嘴瘾啊。你可以嘴他，嘴他。对，那个生煎包，我可以嘴他吃生煎包，嘴他炸鸡。因为那个大千老师为了自己上镜，就是更好看一点，他是非常刻苦的，他对自己很好，他就是又去有氧，又去撸铁，然后吃也非常健康，所以他有一个这么好的呈现。不是，就是不是为了是实话呀，是就是为了保持好的状态。是啊，对，因为我是有点易胖体质，就是容易真的吃多了什么的，我就你叫易大胖。谢谢你。对，我可以给你浪漫打10分，满分10分了，满分十分，我以为不是100分制的。你还蛮会哄人的，因为我觉得哄人是浪漫的一个附属的一个属性。然后我觉得我不需要哄，我不需要阿雅哄我，我都自己告诉我自己，我觉得我跟阿雅是互相喜欢的，也不知道他哪来的这个自信，我就这么自信。我喜欢你那个，就是外面是白的，然后里面可能镶一点点红边的那样子，就海报那一张，也许吧，是海报吗？反正就是他穿白衣服显得在风流倜傥和纨绔之中多了一丝丝的仙气，跟沉稳，有一种很混合、层次很高的迷人的魅力。咱这商业互捧直接拉满了。我只说实话哦，老师。OK， 我想说的是在毒房那一套，还有那个我对你一眼万年那一次。你啥时候对我一眼万年？好多次对你一眼万年。嗯，别笑，怎么回事？我跟阿雅拍戏，我觉得我法令纹都要长很多。没关系，很开心跟阿雅拍戏。辛苦大家，拜拜。